人性是复杂的，选择是多元的。欢迎收看 Yes or No 系列，我是专业火速发到27年的小西西，我是阳光又内向的阿 Nick。并且 Yes or No？No， 我们要年轻的肉体，可是年轻的 body 没有技巧和经验。你就知道我没有，而且不一定要在乎那个技巧跟经验的吗？你享受的是时光。非成熟的人才是选择成熟的，因为你需要对方的成熟来填补你的幼稚。你选择的妹，因为你害怕大人的世界，然后你只想要躲在你那种小小的安全感的空间。错，我是要让自己变得年轻，跟上年轻人的脚步。所以你是觉得姐姐没有办法年轻啊？然后你觉得姐姐都是80岁的老太太啊？哇哦，重口味吗？姐姐可以去到80岁？我觉得姐姐太潇洒，那他们的气势会很强。你的存在感觉很低，觉得自己可以无可。No， 是你不懂欣赏妹妹 too young too simple。Really？ 姐姐 too old too crinkle。你想跟她打死吗？我觉得你不要回家了，你真的不要回家。说得真好。反正姐姐有韵味，我们懂得就是更好的经营爱情，然后可以走到更远。孕妇的孕吗？我觉得妹妹俏皮逗趣，会让你们的感情生活会更加多乐趣。姐姐人生历练多，成熟的气质就迷死我了，是没？举例，他失去，我是反方，今天我是反方，就是大爱懂得照顾人啊，所以我要找一个需要被照顾的人，分享我的爱 ，sharing is caring。话不多说，让我们进入我们的情景题。出国旅游时，姐姐会把行程安排好，然后她会注意小细节，然后我们玩的话就会很开心。No， 你没有看到现在00后很多月入过万，不是过万，过百万的咩？就代表他们也是会有规划能力，他们也是懂得 work hard play hard。你的姐姐可以 play hard 吗？你又知道姐姐不可以 play hard？ 举例，我听完肚子叫。不是，就是姐姐她会注重身体管理啊，所以她会去运动啊，所以她的那些体力全部当然是一定是在线的，不会太差的。还有技巧和玩具多种姿势等待你解锁。10分钟、20分钟，时间可以多长？妹妹可以陪你到天亮哇！你想干嘛就干嘛。我不想干嘛，不然你想怎样？Excuse me， 而且你们是出国旅游，你们周末要待在房间到天亮。Excuse me， 你有去看看那些马尔代夫的 villa 吗？你去看一下，你就懂了。哎，你电话用你电话订，马上来给我订两张机票。哎，两张我一个人卖我。看来年上跟年下是各有各好的，所以你喜欢姐姐还是妹妹呢？就我觉得就是不同年纪会有不同看法，以前我可能就会觉得想要找姐姐，但是你熬成了变成姐姐的年纪，想也不是很姐姐啦。妹妹的话，其实你陪她长大，但她不一定会陪你到最后。有道理。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，如果姐姐们都不给妹妹机会的话，这样子就去哪里找姐姐？所以这东西还是随缘吧，就是还是再看吧，又是再看吧，看感觉吧，再看吧。个人经验呢，妹妹是有她的快乐，人姐姐是有她的成熟了。性格方面那种反差是蛮大的。我是以回忆过去来这样算，未来我不妹妹不算在一起了，但是就是那种感觉。我心中的 Lisa 全部都是姐姐了，然后现在这段感情也是姐姐，童年的姐姐，但是她成熟的 level 是我很高很高的那一种。不然那你真的知道你可能死人家。Sorry， 对不起，好像被说中一样。现实生活中呢，现在就是这段感情是姐姐呢，连其他未来的事情就交给未来决定。看春风把我吹到哪里去哦。她有冬风啊，然后现在还要找春夏秋风，然后你回去就等着跪榴莲。我就这里一个春，那里一个夏，那里一个秋。你很敢讲哦，死不要脸，谁要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如果想要看我们更生活化的一面，那就记得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。